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秀秀，欢迎来收看小孩单手打一个红名玩家哈。小孩用的是单手的哈，毋庸置疑，不相信可以去看他的直播。哇，这次落地直接抢一个167哈，变成一个重拳在抓。这个单手压制好凶残，牛逼打约，跳低重手啊，然后一个前轻手葵花带走。好，再来跳跌跳吸葵花，好紧凑的压迫感啊，还在追着压。好，吸地又在角落出不去啊，哎呀，下笔点到可惜没气啊，也不会也没有追下 A 哈。吸地刚又被关进角落，好破防葵花，发波升龙都升不起来，哦，我的妈呀！安全跳牛逼，三魁厉害了哈！重手这么难打吗？好，继续来看看这把。好，葵花出来，好抓一手，后后反摇低震，哇呀！好，小爹，这个像单手吗？这个太强了，这个压迫感太好了。哎 ，AD 抓，好震到，哎，完了，抓到重拳超杀，单手穿三牛逼哈。好的哈，视频好看记得点赞，关注羞羞，不易走丢。